全所有人的腦信號啦，我哋呢一班嘅同學仔啦，嗰、那個腦信號恢復平和啦，願所有人健康，遠離身體病痛苦啦。咁因此咧，就將呢個頭先已經無限大嘅能量咧，又翻返去自己嗰度啦。願我腦信號恢復平和，願我健康，遠離身體病痛苦。每一句咧，我哋都係念三次，咁所以差唔多就會係九分鐘到十分鐘到。如果你 OK 咧，你就聽完一次咧，就再聽一次，咁就差唔多啱啱二十分鐘。好，咁因此我哋嚟緊咧就係呢兩個星期，希望大家都係啦，可以試一下咧，係一個唔使錢嘅一個方法，係唔使錢㗎，咩錢？唔使錢。係啦，唔係睇牙咁貴嘅。億流淚㗎。係啦，唔係睇牙咁貴㗎。咁呢一個方法，大家不妨做。咁咧最佳嘅時間係啊幾時做誒唔緊要，就係你方便嘅時間。你可以朝頭早搭車翻工嗰陣時啊，或者你放工搭車嗰陣時啊，你臨瞓前啊都得，係啦，都可以做。咁而你如果能夠真係持續咁 plan 曬我嗰個九分鐘、十分鐘，然後做兩次就最好最常識。如果不能夠，你就做一次啦。再不能夠咧，你就淨係咁樣。搭緊車搭緊地鐵，咁咧就諗下，成車人咁多人啦，我同大家一樣咧，都係搭地鐵翻工嘅，咁所以咧好擠迫、好唔舒服嗰陣時咧，咁我哋就搭唔住地鐵，然後咧就希望所有人都係平和、冇煩惱、健康，咁好似咧呢度就有個貓字啦，咁而呢一個錦囊咧，希望大家可以放喺自己個袋入邊，咁咧就幸福啊嘛，第一句係，第二句就係安全啊嘛。第三就平和嘛，第四就健康嘛，咁四句句子咁咧就睇翻呢個貓紙。如果咧你 OK 啦，有得坐喺度，你就打開入邊嗰張紙仔，掃個 QR code， 咁跟住咧就一路念又得，好嘛？咁所以最好就係做兩次，都 OK 就做一次，再唔係咧就淨係咁樣樣企喺度，然後諗住希望呢個車廂嘅人都平和、幸福、快樂、健康。願自己的痛症都是可以腰骨痛全遠離腰骨痛遠離膝頭骨痛遠離你的麻痹痛，這個就是這樣。又要保持微笑是啊，一集把地鐵中央水果戴口罩，現在戴口罩戴口罩都係真係會，真係，所以而家幾好，有戴住口罩，好嘛？所以嚟緊呢兩個星期，大家都戴住口罩，跟住搭緊車嗰時，我自己咧開始做呢個練習啦，咁我都唔係好理呢一樣嘢，我都覺得係尷尬嘅，咁但係我都專登係翻緊工嗰陣時都係咁，咁我都 OK 嘅，係嘛？即係如果啲人痛住嚟見到我，然後我咁樣。咁都幾開心嘅，OK， 呢個係我嘅signature場嘅，莊子老師嘅signature場，同埋咁樣，咁咧就心笑、眼笑、口笑，真係要笑出嚟㗎，記住唔係淨係得眼同個心，個口係好緊要，佢即刻 trigger 咗好多嘅一啲腦信號係幫緊你手嘅。咁咧本身可能仲有少嘢，我想睇下暫時嚟講有冇朋友有問題，翻翻嚟我度，呢個就冇得改嘅，一定係咁。我、你、所有人，跟住嗰個能量好大啦嘛，跟住翻翻自己我，呢個一定啱。咁跟住咧，呢度呢幾句咧就冇問題啦。即係如果你唔想太過硬去跟嘅話，你就幸福、安全、平和、健康，你可以調轉都 OK 嘅，都 OK。咁但係就大家將白紙開始去練習啦，因此我都會建議係咁樣樣，我都有少少原因咁擺嘅，不過唔係太複雜。都不是太 rigid， 你想想起就記得就幸福、健康、平和、安全，想起就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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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緊要做。咁因此咧就我望下入邊嗰張卡紙。咁因此咧嗰張卡紙啊，後邊啊有六字真言喺度，不如大家試下攞出嚟先，大家試下攞出嚟。即係確保大家攞到先，有一個少少嘅感覺喺入邊，所以確保大家攞，因為佢嗰個口咧做得比較窄啲，
咁因此咧就係、是、啦，要攞出嚟咧先至好緊。咁就係咧嗰個六字真言咧就係、是、寧可短就不可斷，因為係好冇錯，大家真係有機會得閒練啊，冇時間練啊，或者係 miss 咗嘅。咁但係你點都記一記起啊，即係啲十九號之前兩個星期啫，冇蝕底嘅，又唔使俾錢我嘅。咁所以咧十四日，咁大家諗起即刻咧，寧可短你就齋練一次都好 ，feel 一 feel 下嗰個感覺，然後笑一笑，係啊，專登笑一笑，係啊，寧可短不可短。想問瞓喺度做，放之前做得唔得？唔建議瞓喺度做，我驚你瞓著。如果你覺得你唔會瞓著就冇問題，係啦，就係、是、最緊要唔會瞓著，同埋要笑，同埋要有暖嘢感覺。所以你行住坐，我哋叫四不二，行住坐，坐喺度，瞓喺度，企喺度都得，最緊要唔好瞓著咗，所以你有一個感覺係 keep 住做緊呢個練習。有很多人就以為是休息，即睡覺就是休息，但是呢、這個是 confirm 不是的，睡覺不是一個絕對的休息，一定是 tune down， 即我們將自己調回低回自己的腦訊號，放輕鬆了然後才睡，是會更加好的睡覺的得著。由於個時間關係沒有特別說，就有一個呢慈愛功德經亦都係一個佛教嘅經典咧，佢講緊十一種練呢、這、一個慈心觀嘅一啲好處或者慈心情嘅好處咧。第一種就係講緊瞓覺會瞓得好啲。如果大家係有呢個失眠啊、瞓覺會發惡夢啊、唔舒服嘅困擾咧，係呢、這個係可能比起你解決個痛症更加容易見到嘅效果嚟嘅，瞓得好。但有些人你喜歡的，還有你不喜歡的嘛，是啊，那怎麼辦呢？我們是不是故意排走了我不喜歡的那幾個人，還要發一些好東西給你？不是，這個練習最厲害的地方是大外幣，大外幣，那你就會停在那裡之後很快的，就是disturb自己。Yeah, yeah, yeah, 如果你發現呢，是會有一個想法，你覺得很煩啊，你抗拒，沒錯了。有任何這些的想法呢，你當他是老人家走，即是你駕車就隨時隨地有些車會經過，他經過他就走了，你走路又是在一條 pathway 一路走路，有些人是會經過他走的，所以你就用這個態度去對這種標走，跟著我就回來繼續，是啊，當他老人家，因為佢實會走，雖然佢可能會搞你好耐，但係佢實會走。你只要有一個諗法，佢實會走，你就唔擔心佢走。係，跟住翻返嚟呢度。有問題啊 ，Lisa？ 我想問一下咧，諗你嗰度咧，點解你話諗老師唔可以？可唔可以諗屋企人咧？另一半或者仔女咧？頭先你啲老母講呢一 part 嘅喎。我想佢有啲啲距離，因為咧老實講係越親嘅人咧，你就越多諗法對佢，太多諗法，想單一啲，容易啲開始。哦。單一啲，容易啲開始。即係反而唔好咁 close 嘅。係啦，有少距離。係。潘大師。真係會唔會練習啊？會唔會練下？會。多謝你。仲要唔使俾錢你嘛？你話？係啊，係啊，有陣時要一去睇你都唔係啊！你見一見我都要收錢，好貴㗎。收錢㗎啦，我成日一幅。講聽到先。好嘢，唔使俾錢。咁咧就好得意㗎，呢個四個字得不退轉咩意思咧？原來咧，一個人佢如果係有一個咁嘅有一把尺，咁呢把尺咧，右邊咧就係安全，左邊就係危險。你咧係有安全的話咧，佢係唔會危險，佢唔會包埋啲危險落去嘅。你做呢個練習係不斷幫你推向喺好嗰邊嘅嘢，係不斷推向去正確的東西 positive
啦、安全啦、健康嘅。咁所以你如果發覺自己有好多啲負嗰啲嘢咧，你諗起呢把尺咧，其實佢一路幫你調緊向呢邊嘅嘢。你每做一次咧，佢就一格；每做一次佢就一格，喺個尺嗰度一路 push push push， 係啊，退到一個位咧，過咗一個臨界點，你就會 feel 到非常之舒服同埋開心。有理性啲傾教下你啦。係。咁係咪有咗呢個方法，有痛症打嚟醫咧？係啊。唔係，因為我哋講緊有幾多把箭。第一把箭。第一把箭就要醫嘅，係啦。第二、第三把箭咧，就係想避免佢原來仲用我哋呢個方法。即係睇醫生睇兩三次好啦，冇得醫啦，跟住就用呢個啦。係睇一件事會唔會變到有第二、第三啲字，即係你好困擾嘅話，你唔識搞又冇跟聽過莊子老師講，你咪又睇咩科咩科咯，係啊，有啲計仔咯，係啊，有啲計仔咯。嗱，咁啊，頭先我哋一開初咧就講過一個男士啦，一個地產嘅中年男士啦，佢嘅成身美啊，咁我同佢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治療啦，同埋佢做咗一啲 meditation 啦，即係呢個慈心禪嘅練習咧，佢而家個樣子就咁啦。OK， 係有效果嘅，而係真實嘅。我自己個人嚟講都係好有經驗嘅，就係我喺上年啦，自己開始好緊張，可能無論係 covid 啦，或者生活嘅關係咧，我突然間做下嘢咧，我會喘氣噶，做下嘢我會索一大啖氣。一開始咧係一個禮拜係得一次，跟住慢慢咧就去到一個點咧。嗰啲聖誕之前係幾乎日日都有三四次突然間好想喘，唔知發生咩事。咁啊，我慢慢知道應該係壓力啦。咁跟住我就開始做好多嘅呢啲禪修啦，同埋一啲 meditation 嘅練習啦。我係由二月開始到而家咧，我係應該係冇再產生過呢件事，我自己個人。咁因此咧，就喺心情嗰平和上面係有容易。慢性痛症上面咧，我都相信係絕對幫到大家解決第二支箭啦，同埋咧第二同第三個區域嘅問題。頭先我哋講過啦，就係佢係會令到你啲肌肉增厚，同埋你令到你個腦會增厚噶嘛。所以其實呢幅圖咧係好完美地概括啦。慈心禪咧係以愛治痛啊，痛嘅產生咧唔係一朝一夕嘅，痛嘅產生唔係一朝一夕嘅，愛咧。嘅建立係需要細水長流，愛同埋呢個慈心嘅練習係需要係細水長流去做，所以因此大家我都係唔係話要大家講成細咁做，但係起碼十四天共同幫我手咧，去睇下幫唔幫到我手，同埋幫唔幫到你自己手，係解決你嘅痛症嘅問題。好啦，就大家就試下 look 下嗰個 QR code 啦，睇下有冇問題啦。因為都攞咗張卡出嚟嘅話，咁你試下識得用嘅，就試下用個手機掃一掃，睇下去唔去到我嗰個 folder 嗰度。那個 folder 嗰度你會見到咧。